人真的不能太懒。最近不是在创作体验服玩纳塔吗？本来想写文案给大家介绍下纳塔的，但是怎么都写不满意。于是我灵机一动，发现马拉尼和卡奇娜的待机动作都有误导。那如果我把他们待机的动作做成鬼畜视频，那得有多好玩？说干就干，正片开始。